在7月18、19号这两天啊来盛大举行。那我们除了这样以外，我们也邀请啊我们彰化老牌彰化出身的啊歌手啊翁立友，还有许富凯以及卓文萱啊毕淑静啊，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的乡亲啊朋友们啊这两天大家热情好、哦、来到王宫啊，除了观光以外啊，我们知道王宫哈、哦、比较好吃的就是这个蚵仔煎啊，王宫的烤的，好、哦、啊王宫的这个菜条，好、哦，所以王宫啊美食啊哈、哦、啊是大家啊向往的，啊值得回味，值得一游。18、19号两天莅临王宫来参与我们一年一度的王宫渔火节，种下乐滔滔。